哇，今天又是一个晴天啊！早上好啊，早上好。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去干啥？这就漂亮吗？哎呀，没有水哈、啊，衣服换完了，没衣服换了。没衣服换了。你今天起来这么早干嘛呀？这风大。出发的最早的一天，你起来这么早干嘛呀？平时我都煮饭煮熟了，你才起床。今天我刚起床你就起了，哎，改变了，不睡懒觉了。不是，有时候起来早嘛，有时候晚嘛，这个很正常。这鞋子啊。对呀、啊，要跳那个舞。跳那个舞。对呀、啊，等会要跳那一曲舞啊！今天直播的时候，那个网友昨天说了，他说要跟他跳一曲舞。昨天不是跳了吗？做早餐了，要去做饭了。昨天我还有一曲舞没跳嘛。哦。我不着急吃，熟了才两分钟就熟了，还没熟啊，没熟啊。早上吃什么呀？又是莲子汤啊？又是你说的那个大蒜呢、啊？厉害了啊！朋友们都说，你说大蒜就是桂圆呢、啊。太补了，大补啊！一天到晚像十八岁蹦跳的，不吃这个不行啊！太补了。还差两分钟啊！两分钟熟了，我给你炒菜，给你煮饭。好的。我们俩好麻烦了。哎，你一天吃两顿，大姐吃三顿就五顿饭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是不是？你说。来告诉网友们，一天两个人煮五顿饭，光煮饭大家就够忙了，还要去挑水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又找到水了，哪里水？还要去洗衣服，等会要去那找的水管。你看大家有这个本事没有？去山里面找个水龙头洗，看我有没有这本事啊？就在山里面找个水龙头，厉害了。你打扮的这么好看，是准备去三峡的吗？你不是说带我出去玩？你不是说带我去三峡吃鱼了吗？你不敢对网友说你要带我去出去吗？要说实话，对那些你的粉丝要说实话，你要带我去的，你现在不敢出声了。尴尬了。你就是要我煮饭，你就敢出声。哎呀，我正在犹豫啊。那个大姐她说三峡那边坐船过去有很好吃的鱼，但是我现在要不要做早饭？做完早饭之后肚子就不饿了啊，就不想去吃鱼了。那但是那个鱼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啊，她说没有米饭。我在想啊，还是做个吃个饭了再去吧。这个鱼的话我怕不一定能吃惯。出来吧，把火子火的呀！我炖的我都快冷了，还没拿出来。打开。洗菜的那一点时间就差不多了。大着呢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放上来。有吗？有。哎，你那个，昨天一个朋友说了，你那两个盆一样的，千万不要用洗脚的盆洗菜呀、啊。这怎么混了？一大一小。啊，我认不出来哪个大的哪个小的，我都把它更好一点。这盆的颜色。这个是吧？来洗吧。来吧。来给你倒呀，淘米水洗菜的。哦。来吧，这个可以洗两遍啊。来，给你了。洗两遍啊。一遍就好了，来。这个袋子还要不？过一会儿扔掉啊！出发的时候捡垃圾的时候用它。来吧。来吧。洗呀。洗呀。
太少了，水不行，再倒一点。你那水是泥巴水，这里有自来水啊。哪里啊？这个是我好水。这是好水？嗯。那里有自来水。哪里啊？我想洗两遍。就是啊，像刚才个女的告诉我，就在这个马路边，不在人家家里。找不到。找得到，告诉我刚才不是去找到。来，过一会我们把水装满。那不需要装满，到时候下一个录音地有水的。现在录音地是有好多水，有是厕所的。可以喝的吗？他这个水，你的意思说他这个水可以喝吗？自来水呀、啊，人家家里吃的水呀、啊。哦，那可以可以。他还能有表的哦。我正好吃的水不够了啊。说他为什么要按表？就是、嗯、就是吃的水才按表哦。哦，那就可以。完了，那垃圾袋嘞，垃圾这个袋子。这么大一个袋子。我手不要去搞垃圾，你那个不好放的那个垃圾，手非要去摸垃圾袋了再来搞。你把它大拨开嘛，把这个垃圾袋。拨开一点，你这个辣椒的，你是买辣椒，你都真是买的都是那些受伤的辣椒。你为什么买辣椒时候要买那个每个上面一个疤的？我买菜虫的，不看的，也不还价了，直接。拿装袋给钱走人，我都是这样的。那好的，从小都是这样。越南每一个都是烂的，这里也是黑的了。昨天才买的辣椒。这里也是黑的了。昨天才买的辣椒就烂了，哎，属实有点尴尬。那是我们在这里，那就是我们买的挑的剩下的辣椒都是你买了。尴尬了。还倒一遍呢，我要洗两遍，这个我洗一遍洗不干净，一遍是洗不干净的。好，嗯。我感觉辣椒是不是搞多了，两个就可以了，其实。但你是你吃两餐的，不是我先。不是两餐的，一餐的。谁说吃两餐的？不是啊，我说你只吃两餐饭，吃我的意思就是两餐饭就是一顿要吃多一点。哪点不要？七分饱就可以了。我过一会看，切出来先吃切两个，我看一下切出来有多少。洗的都洗了，放那又烂了。不会，晚上还可以，就晚上留一个晚上做香肠，做西红柿炒蛋。你差一点把它小，把火小一点都可以。漂亮吧？嗯，非常 beautiful。倒到上面你看得到的，你不到锅里面自己就知道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反正你自己看着办，肯定这个是不咸的，不咸。哎呦，昨天就搞咸的。嗯，姜油和那个佐料。现在要的。可以了，嗯。已经要盛起来了，哎，少放一点酱油啊！我的天哪。就这么一点点。啊，你再放，你那个佐料嘞，还是香料嘞？好，可以了。五香粉呢？五香粉，来，哇，怎么了？好大的味，就是说味道吃的太大了。哈哈哈！你这说是五香粉吗？好，关火了。嗯。开饭。开饭。来，我来看看，怎么？哎呀，太，有吃就行了。这，怎么感觉油有点多的样子的？不多。是啊。不多。嗯。不多。好油啊！我下次还吃西红柿炒蛋吧。真是油放眼望去，不过这个菜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青椒炒得出来是这样的啦。嗯，你反正每一顿都是没炒好。哪里啊？那西红柿炒蛋炒的。刚才我放，你说还放一点油。啊！你的手了吧？我的手啦。你跟我的车离得那么远，我要去吃了。好了，你回去吃公园莲子汤吧。要不要倒一点那个莲子汤给你？啊，可以啊。你这吃这是吃的米饭。我这太油了，可以给我，来。怎么倒？就到这里倒一点点。不行，那里面有油。那么大个碗，我倒了你，倒了你就我就没有了。我倒一点点，那挖一点点用这个。这个。那个有油，那挖一点点。我才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，给我倒。倒一点汤给我，行吧？你这本来就不多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回去吧。Thank you.
看一下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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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。桂圆莲子汤，加上这个辣椒鸡蛋，知道吗？打水呀、啊，我一个提不起呀、啊，就我也去打瓶水吧。风纸啊，你再拿着桶跟我走啊，赶风纸去啊，赶那个蜜蜂啊，我的头还没好啊，又要去打水了。前天被蛰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我的头还没好着，我也提不了那么多呀。馒头水能提，那么我们已经全部吃完了。就准备去打水，这个大姐她在那边找到一户家户人家的这个自来水吧，她说是可以直接喝的。我们把这个瓶子打满。家里哦，在这个田里面。啊，我田里面的水能喝吗，少了？是自来水，你分人家。你别喝了，拉肚子啊！水表要出钱的。你别喝了，拉肚子就尴尬了啊！哎呀，人家说了，自己家都是吃的那个水呀。要有水表，上面装的有水表，你等回去看。我们打水啊，装了多少水，人家上面有水表的。就在这山里面，就是这个石头里面。石头里面。哦。就在这石头里面，不在人家家里。嗯。是石头里面。可以。哎。哪里啊？这边照这边，走这边好看。哎。这里，哎呀，山这个石头里面，但是有水表啊，你看一下。啊。你看你装多少水要出钱的。还出钱的。对呀。嗯，来，帮我接。这里是128128。来，哎，有虫。先出来的时候，只能留一点出。哦，有经验还是你。好，开始出来的怕爬东西进去了。对，你看嘛。慢点走嘛，家里等我。我等你干嘛？这么近，等你等你。你看我这么大一桶水都拿不动。你大一桶，我也两桶啊。我这一桶比你大多了。啊、我想一个办法，在地上我滚，行不行？你看，你看。哎，我知道怎么弄了。等我一下滚的。哈哈。哎呀，我这比你重，我这相当于三桶水的重量。哦，你这才两桶。那你就洗菜吧，洗脸、哎、洗澡啊。好，抄近路吧，算吧，抄近路了。哎，这路也好走啊。好重啊。哎呀，我也走不行了。休息一下。哇。休息一下。哎呀。啊！休息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水不能喝啊，朋友们。哎，这山泉水是这样的水吗？这么喝吗？山泉水可能有点温了，称一下吧，看有没有称上有那个沙土就不吃吧。我估计还要买水。嗯。洗澡啊，都不够啊。我不。洗澡喂。准备出发了，朋友们。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。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
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乡亲归来。